捐血一代，救人一命，捐血活动来喽！日期就在4月12号礼拜三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，地点在统一超商新太马里门市停车场。赠品有炖鸡腿肉、春风卫生纸，送完为止。联络人太马里乡乡长陈正俊在这里贴心提醒您，捐血时请携带具有照片以及身份证字号的证件，而且前一天晚上不要熬夜哦。太马里狮子会会长陈宏志、东兰狮子会会长庄翠珍、美和警友站站长张清良及全体狮友邀请您，欢迎您一起来捐血一代，救人一命。